大家好，我是刘二蛋妈妈。最近呢，总有姐妹们在西瓜视频这个私信里面问我，你做西瓜视频这么长时间了，应该收入很多钱了吧？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多啊。我今天就让大家看一下我那个后台的收益。我做西瓜视频这么久了，我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收益吧。其实点西瓜视频的话，我不太知道这个西瓜视频就是那个收益数据怎么看啊，还没有摸懂这个功能。我打开今日头条那个极速版吧，然后我的，然后创作首页。其实今日头条它和西瓜视频是同步的啊，所以说打开今日头条也能看。打开这个收益，是收益提现吗？对，你看看，4月27号是5分钱，4月26号2.46块，4月25号2.35块，这中间这3天是没有的。然后你们都看看，哎，这收益真的太惨了。我努力的在更新西瓜视频呀，这太惨了。老铁们呀，你们这个，你们这个西瓜视频做这么久，你们是多少钱嘞？我觉得我这个惨不忍睹，可能连买馒头的钱都不够吧，做这么长时间才50块钱。